首先非常问候校长 Maria，问候刘杰老师，谢谢您的邀请，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体会，也感谢班主任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周密的安排，接这个同学呢，向老同学们问个好，更向新来的未来的新学员们问个好，谢谢大家在长周末的下午。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坐在前面一起共度时光。今天的重头戏呢在后面，我走在前面，只是给咱们的刘杰院长老师暖暖场。其实去年2021年的一月，我和在座的每位新学员一样，是抱着好奇心参加了刘杰老师的 BI 的 package 的课程。欢迎你们来到这个神奇的课堂吧，在这里有专业的讲座，行业的精英，我相信学习让人开拓视野，分享创造更多价值。今天的分享的内容呢，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个人简介，第二个呢是学习的内容，第三个呢是体会以及个人的分享。下面我就简要的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基本情况。简而言之呢，是一个工科的学历，偏化学专业，接触过一些数据分析，但是呢基本上没有 IT 的相关背景。第二个呢，国内工作20多年吧，可以想象基本上英语的基础是二次起步，来了加拿大以后二次起步，这也是一个弱短板，一个弱薄弱环节。年龄呢，就像玛瑞亚校长介绍的，差不多我们是同龄人。哎，通过这个个人介绍呢，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希望呢，坐在这里抛砖引玉。我的个案，我本人只是一块非常粗糙的砖，希望引来更多的玉。也希望呢，通过这些个案，给有类似希望转行或者有新尝试想法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的信息，多一个参照的个案。一方面呢，让没有北美教育经历、英语水平正在提升过程中的中老年朋友，给你们加油鼓劲。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在北美留学的大学生和中青年朋友充分看到你们的英语以及北美教育背景方面已经具备的潜在的优势，更加的满怀信心，利用好这个资源跟平台。我想抛砖引玉是今天我来这个暖场的主要的目的。我学习的主要内容呢，大概就是起点是去年的一月份，圣诞节之后，我印象还非常深刻，参加了刘杰老师新年的第一讲，从这个 SQL Fundamental 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过渡到 BI Intelligent， 然后到 Power BI。前期的课程呢，大约是3个月，基本上是糊里糊涂。好，然后呢，第二个3个月呢，就一边在复习。然后同时呢，也就参加了这个 Data Tech 的这个实习项目。好，在进入第三个月的时候，大概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的开始试一试手投简历。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一个金融公司的一个 offer。一个简要的起点、内容、时间线，大概就是这样。下面呢，我就move到学习的体会吧。因为我也算是一个小白才起步，高深的技术方面具体的精华的部分留给我们大咖去谈。我在这里呢，从另一个维度，从另一个方向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想或者体会，不一定对。而且这些因人而异。希望大家不足之处批评指正。第一个呢，
就是谋定而动。因为学习任何一门技术，不管是你游泳、滑雪、滑冰、羽毛球、武术、太极，包括数据，都不是说一个星期、3个月、1年，不是短期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所以，就在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有一个初期的、中期的，有个规划，谋定而动，尽量避免处处挖井。每个井呢，挖2米就换，挖2米就换，其实很辛苦，但是呢，事倍但是功半。所以，专注谋定而动，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吧。第二个呢，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就经历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雾里看花；第二个阶段呢，就云开雾散。至于到阳光出现，目前正在努力的向这个阶段去靠近。物理好，现在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一天开课，打开老师的这个Google Drive，就记得很多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又是好像是数不清的有多少个的 file。概括的说，就感觉到内容繁杂，头绪众多，也不知道该从哪里看，看什么都是新的，都不太熟。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特别需要有耐心，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计划，因为按照我们的习惯吧。从零到一，它是属于一个质变；从1到9，它是属于一个量的积累。但是最难的是从零到一，这个质变的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而不是1到9。所以当，根据我们这个多年的学习工作的经验，认识到这一个方法论或者经验论的时候呢，在这个阶段，有利于我们去。放松心境，做好计划，做好规划，不要急，不要躁，不要亢奋，也不要消极，就是把握好这个平衡点，非常重要。而且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呢，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以听和听、看和学为主，主要掌握基本概念。初步打造和这个架构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在平常的学习中，有些朋友啊、同学也有些特别的急于去动手。实际上，你为明理，你动手以后花的时间，功效是一半。所以呢，初期呢，我还是建议，以听和看为主，先明白道理。掌握基础的东西，不必去急于求快，因为没有基础的快是没有用的。最后你还得回头来，回到原点，重新从头起步。这也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里面有一些心得，也有一些挫折，我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这个。好，第二个阶段呢，通过第一个3个月的一个学习以后呢，初步的。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整个知识体系的框架 framework 开始已经形成了。好，在这个时候呢，逐步的往第二个阶段过渡。形象的一点说，就叫云开雾散，初窥门径，大概知道哦，这是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好，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学习的重心开始有一个转换。就从第一个阶段的以听为主、看为主、理解为主，转变为第二个阶段的，要开始动手做一做、练练手、试一把。这是一个重心的转换，但是它两个有互相有 nesting，互相有叠有重叠的部分的，不能截然的分开的。另外呢，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呢，当你老师做的 demo 演讲，我听得懂、看得明白，
跟我自己独立的动手去做，这完全是两个版本。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个很深的 gap，需要我们去跨越它。所以就是教学相长，在老师教完了以后，怎么把技能知识学到手？这个时候，哎，从听转变为动手去实操做，做和练，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就变得云开雾散，好像我们开车，哎，雾已散去，大概知道前路方向。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把理论还有实操结合起来，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然后有一个目标，就是瞄准面试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个主要任务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哎，有意识的去注意一下，提炼出一些用于面试的小故事，或者说中长故事。因为面试当中，不管新学员、老学员都知道，他会问一个，哎，你在过去，请告诉我你曾经做的一个 project，once a time，what you did in your project，请你描述一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面试的准备跟学习双线并行，一起准备，一起推进。这样呢，当学习结束的时候，一个基本的简历已经初具雏形，然后呢，自己再精加工一下，再请老师把把关，然后呢，很快就可以进入到投递面试，去练手，去试一试市场的这个阶段，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吧。而且这个学习过程中呢，3个月，第一个3个月，第2个3个月，其实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算长，就是尤其是没有 IT 背景或者这方面背景偏弱的，因为我个人的是没有 IT 背景，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夯实基础，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和平这个心态，调和这个心态，然后呢，去有计划、有步骤的去推进。在推进的学习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计划性跟灵活性，把这个学习的质量跟推进的速度，把它灵活的、辩证的统一起来。尤其这个知识点非常的繁多，作业也多，而且经常会卡在某一个环节上，然后要去做 Google，要去做 research，所以这个时间，其实花的时间不可能少，尤其是中年朋友或者要兼顾工作的朋友，家务事务繁杂，精力时间有限，所以这一个，怎么去综合？整合跟平衡，这也是一种 skill，而且在工作中，在我们面试中会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How do you deal with a multitask？哎，在这里我有一些感受，然后呢，再把一些面试的东西加进去。当你真正面对面试的人员的时候，会说得更加的自然，这也是锻炼我们一个处理复杂事务平衡。统筹能力的一个实践吧。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学习体会呢，就是叫做依靠，但是绝对不要依赖。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方法可以传授，但是你的功力是没法传授的。这个道理，在任何行业。任何时候，我想都是实用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论在国内国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只有培养、形成和具备了独立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种能力，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胜任、hold 得住这个工作岗位，满足企业的需求，然后
才能实现自我的一个持续的发展吧。所以基础，整个过程的管控，然后呢，知行合一，瞄准目标，然后希望最后实现自己的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把它真正的变成现实，拿到 offer。下一个呢，就是整个课程呢，这是从另一个维度吧，尤其是我们没有 IT 背景或离这个行业比较远的，会面对的这种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不是缺乏资讯，是怎么去过滤这些资讯，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最需求最高的在市场上。所以通过这个课呢，哎，我们站在高手的肩膀上去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去花时间去做 research 找材料看视频，然后呢不用去担忧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的搭建，不用去担心市场上是否我所学跟市场的需求两个可是否可以mapping 可以合得上，哎，所以解除了这些东西，实际上帮我们节约了时间。所以呢，对于背景不强的学员，甚至于对于有一定的 IT 背景的学员，我们在这里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节约的是时间，然后呢是瞄准市场的精确打击这个目标。而且刘杰老师的，他本身在IT 非常强的 IT 背景，在不同的行业，这么多年的所见所闻的知识经验，把它浓缩，最后形成了一套教材，非常的贴近这个市场的脉动，而且呢，它可以结合我们医疗部的这些政府正在运用的新技术、新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在课程中感受到这些，哎，所以。这个教程呢，教程很长，非常好，但是对于学员来说，意味着你的这个时间的成本，还有这个初期的投入会增大。所以呢，这里又是有另外一个平衡点，什么是学的适度恰好，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捏的一个点。哎，通过刘老师这些教材啊，能够学到一个是贴近市场，合乎市场需求，第二个。节省时间，少走弯路。哎，这个整个课程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源整合方面还有服务方面特别的好。其实另外一个刘杰老师非常多的视频，包括 Excel 精华讲座，包括求职简历，大量的这些 sample 就都免费的提供给学员们去学习参阅。哎，这一套也是非常的让我们非常的方便吧，我感觉到。而且重中之重呢，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瓶颈，有一个软肋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实习经验，没有在北美的做数据的相关经验，这是一个软痛点。哎，刘杰老师带着大家去参与这个 Data Tech。包括 Founder Page 的这些实习项目，包括学校提供的一整套的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在 BI 里面说的，哎，我不是专注于一个技术 solution， 这也是刘老师，在教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你有这种 sense， 你有这种 idea， 你有这种 big picture solution integration， 哎，这些东西，所以学校呢也帮我们在这个求职的路上帮我们做了一个整合，哎，从头到尾，从端，起点到终点，点对点的一个完整的 solution， 这也是一个给学员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提升，迅速的包装，而且真正的形成你具有这种一种数据专业人士的说话的方式。和思维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价值的点吧。另外呢，我个人的最后一个感受，因为教学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我们在老师的目的是把我们扶上马，送一程。然后呢，更长的路，更艰难的挑战还在远方，所以呢，我们再以此为基础，然后呢，继续还要取长补短，同学之间的这个 network building，然后呢，慢慢的进入职场，会有更多的要求技巧更高的一些，怎么搭建 network 跟交流，这是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工作吧。所以，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哎，这一点我感触也非常深。你有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好的同事，我私下有一些可以请教一下，或许人家的一个 idea 让我非常快的可以节约时间，然后解决一个问题。所以也是分享创造价值。当我们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形成一个更加 positive 的一种良性的循环。然后呢，这个课程呢，刘杰老师组织的这个课程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点，它有一个online 的，我们可以在 online 的去做这个 C code 的所有的练习。然后呢，尤其对不会的。或者对文科的，或者对背景不强的人，怎么去安装 SQL Server，怎么去下载安装？初期避开他们，直入主题，直击关键，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不是主要的环节上，非常有用，但是它不是主要的环节。当你有了一定的行业背景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很快也能学会。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供大家。多一个选择，至少我可以用 online 的这种SQL Server 的这些工具，然后快速的进入课程，先入行，先进入快车道线，走了以后哪里缺再补，这也是一个方法吧。所以我也是选用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在线平台，后面有我们的李杰大师兄在后面全力的支持的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最后呢，就衷心祝愿大家，有序的学习，快乐的生活，去成就最好的自己。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你的对手，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就像我在，接触，开始练习太极拳的时候的老师的第一句话，学拳不是为了去打斗。他是为了练塑身心，约束身心，克服自己身体的惰性，所以，有序学习，快乐生活，成就最好的自己，送给大家。今天我就在此暖暖场，也祝大家一切顺利。